深蓝绿找人才，林智坚首要改善市容。谢谢你们喽，谢谢谢谢。年仅39岁的林智坚夺下新竹市长宝座，他昨天接受苹果专访，反驳外界质疑他年纪太轻，缺乏行政经验。从决定参选到投票刚刚好是100天的时间，那这100天来我们几乎把一天当作3天4天在用，没有人生下来就会当市长。我最重要的事情是把市府团队这些重要的这些一级主管也好，重要的幕僚，要最快速的时间就定位。我没有去设限他一定是要在哪个范围内啊，甚至于也没有所谓的这个蓝绿的问题。只要他是一个适合的人选。他强调上任后首要工作就是改善市容。这个市容就新竹市我们都知道，包括火车站站前，包括这个动物园附近的环境都不够整洁，也不够干净。那这个事情我们马上着手要来做，让路能够整平，而且它不会天天都在挖。我们要来协助有意愿在新竹投入儿童医院这样子的一个大的医疗院所，协助他们能够进入取得用地之后，然后来新建这样的医院。东新闻新竹报道。